这边来到驱逐的湖边，蓝雀的叫声很大声，有下大雨，所以水湖面浊浊的。对面的房子是广兴尬顶峰，这边是曲池溃球，这边是紫檀坝，这边现在改成地名叫棉花湖，对面是蒙蒙湖。用手机，好，来手机给我。拍一张。那衣裳要拿开一点，不然脸脸是黑黑的。不是，拿远一点，不是不是，高，不是广。有下去啊。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平林吊桥，这个正常这边雨大雨。今天水流很大，水流非常大，所以鱼会多起来啊。这边很多啊，左边瞧一下，这边你看这边，这边是那个鲤鱼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边很多啊。哇，这边很大嘞，水很大嘞，没有，这个鱼很大。这个鱼七八斤、十几斤的都有。那个应该是鸭子，应该是人养的，但是有放出来让它自己跑，没有关呐。它的三餐一样会喂它啦，只是说放它整天在跑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会飞呢，这个它也会飞呢，用飞啦、啊，它们这个常练就那个飞行力，那个翅膀力量就有了。今天水流比较大，所以鱼都躲起来了。这些鸭子都会飞，体力比较好。会飞哦，它飞得起来哦。会啊，那个石门瀑布那边也有两只也飞，一样会飞哦。
水还是很清澈。这边平时一下雨一样那么清澈，表示山上没有土石流。乌来那边水比较脏，那个里面应该有土石流。刚好是云雾，很可怜的表情，刚好那个表情。画面中间那一只就是夜光鸟，暗中叫，夜鹭。Thank you.